娱乐圈里九张十分罕见珍贵老照片，看过宋丹丹那张的算你狠。众所周知，如今的娱乐圈就是网红脸、蛇形脸大行其道的时代，让人脸盲的傻傻的分不清楚。不得不让人怀念那个没有整容、没有 PS 的年代，那时候的美女极具分辨率，看一眼就让人难以忘掉。王祖贤和张曼玉，湿漉漉的头发仿佛美人刚美人出浴，但这是得罪化妆了吗？那个年代独有的比基尼照片，有谁知道大美人李嘉欣旁边的一位是谁吗？这张真是古董了，四人分别是巩俐、莫言、姜文、张艺谋，看不出来大文豪莫言竟然和他们仨是好基友。青涩时期的周杰伦和方文山，嫩的能掐出水花。这几个人有人认得全吗？古典四大美女差一位，简直太完美了。除了巩俐、张敏和林青霞，你还能想到谁？邓丽君和林青霞泳装照，绝对的罕见。不过邓丽君可惜了。最后这张实在是辣眼睛呀，宋丹丹还有谁？不过也有网友惊叹，白云宋奶奶也有漂亮的时候哇，那身材绝对真材实料，就是不知道她家大少爷巴图看到会是什么表情。